我心情呢今天很开心，同埋呢因为有死我细佬过了后四十年了，还有全世界咁多人来到支持他同埋咁爱戴他，我无限的荣幸。李小龙集结了英俊的面孔啦，强健的体魄啦，英雄式的身手啦，英雄的形象啦，咁做好多女朋友啦。咁我谂作为一个小朋友，好希望都好似佢咁样啦。咁当然啦，当我大个嘅时候，我会更加理解多啲李小龙嘅人生，喺个人生上面带俾我好多好多嘅启发，亦都帮助我喺人生路上一啲困难嘅时候。首先他的功夫特别好，然后我就很喜欢他的功夫截拳道，同时呢我也很崇拜他的精神，他有种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精神，而且他还有一种民族精神。因为当年李小龙他在电影中痛打日本人的时候呢，踢破东亚兵夫的牌子，可以说他洗刷了我们中国人部的东亚兵夫。